英文版的你能不能调整？我先调完你再吧。然后这不是扫描完之后那个底片放置位置，你给我打开一下。好，可以连续，可以连续，就一直拍。嗯，可以连续。嗯。你打开一张。嗯。信息多。好的。这个胶卷不好，要不然再换个好看的。胶卷没事，我就给他解释一下就行了。这胶卷。嗯。你跟好胶卷换一下。然后再一个一个扫描完之后过再这是啥屏？就正在我电脑里存这个英文字母，就是这意思。然后在这儿，嗯，说一下。嗯，好的。